好，我们试一下这个。你在逃避什么？1234567 1234567 8，这就是147。那147的应用呢，大概是两种，一种是弹唱的时候弹147，包括刚刚这个上下扫弦也可以全下。你在逃避什么？1234567 1234567 8。所谓的147并不是说2 3 5 6 8就不弹，它也可以轻轻的碰到，当然不弹也可以。好，但是我得老实说，对于初学者来说，要把唱歌和147同时来，有时候是有点难的哦。因为这个147它有点不工整，不像这个咚哧哒哧咚哧，你在逃避什么？这个就很工整，就很好弄哦。小小的人啊，叫正经啊，每天到外就开心。这种就是很正啊。那如果你又很爱147，又想要这个应用的话，然后又觉得唱很难，那还有一招，就是你在间奏的时候扫一些这样147的节奏，来达到一些效果。你曾经下跪，这冷漠的世界可曾将你善待？好，间奏来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前面那个是147，后面是一样八下，但是不要重复147，变成哒哒。